大家好，我现居香港，有50年的古董维修经验。在这段时间中，我修复过各种各样的古董，包括瓷器、铜器、木器、唐三彩等等。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瓷碟修复图片。如喜欢影片，请订阅、like 及分享，或需要修复各样艺术品，请留言给我。